那接下来呢，这个换我的时间，我要来唱歌给大家听。那我来唱一首，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歌。那今年呢，大概年底左右我会开始制作，就是我个人的首张全创作的专辑。那这首歌的歌名呢，会在这个专辑的名称。对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，叫做《最理想的样子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什么样叫做最理想的样子呢？采菜采很多，很理想，对不对？那吃得很饱，很理想，然后呢，拥有能力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，它都是对生活来说很理想的一个样子或是状态。但是呢，其实讲了这么多啊，好难好难的，其实是什么？就是跟同学吵架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生气吗？不行啊，那这样真的好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有时候啊，理想，关于理想这件事情，不管我们长到多大，其实呢，它都一直一直的是一个很难的课题。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呢，有时候关于理想的生活与方式，其实是我们能够去面对问题，并且呢，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它。那当你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碰壁的时候呢，你也同等的可以告诉自己，所有一切的困难都会随着时间过去。你种下的莴苣也会随着时间长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首。倘若是留下我的成全，假使是不能留的，我会放走。日子过得是理想化的最大。时间的长短，不用坚持着感叹，天空是不是天空色的蓝，能带走的短暂都不再值得回头看。然后全力站起，瞬间忘记我。
请不要说我不是你心中所想象的吧，我是很普通却能为你赋予浪涛的大海，如果你说我就是你一直以来没发现的爱，请你张开双手拥抱就请你爱上我，就